一三加过来250。好，爸记拜拜。我帮你拿吧。你要订，我给你要订。哎，还有人要吗？250啊，三只250啦。还有没有人要？还有拿的。还有人要吗？黄金仓都有了哦。谢谢你。礼拜五买好球，一只两只来三只大只的，这大只呀，这个进来四只不赶快，三只四只就五只哩，来300块六只300块呀，我上下一只50块呀，几尾来？两只，来这三只，来这四只，这五只，这六只啦，300块，我仓有谁要？300块，来去采购，我找来。谢谢。哎，我三个蟹嘞，这大只看有啊，大只的啦，两只来，三只来，四只来，五只来，六只来，300块。哎，我三个蟹300块，哎，两只，哎，四只来，六只个蟹300块啊，三八，够人买不？剩这里也没有了，阿伯拢无啊，阿伯拢无啊，哎，姐姐那边够人买不？哎，没有了，剩四只，两百了，哎。鱿鱼翅有无？有，等我一下。好啦，你用坐，来，先要白带的，走呀。你有买？你要背呢啦？我都想讲，我还袂花，你去倒个买？啊，你实在是。哎，这白带大地水，你会看，大地拢遮水啊！哎，真紧，这一地、两地、三地、四地、这五地、这六地好来啦，卖用开了就开500，就400，300块，300了。哎，这地嘞，这地够钱了，300，这地够省了，300块了。白带够钱，300块了。白带够钱，剩下300块了。你是六地好来，八地好来啦，九地300了，300块嘞。300块。白带300了，你。白带们。那是，啊，贵。哎，过来沙包、哎。我也要。来你。我也要。来这四碟。还要吗？来六碟，来八碟，来九碟，300块。这站得要磨圆了啊！三碟、四碟、五碟，来六碟，来不搞我面，不给。二四六来了，还八了，还九了，还300块了，还白带一个现在300块了，够了没？前面这个利息啊，那个还八了，还九片的300块，还白带一个现在太了解了，你更多的好来了，中间有一段，还八，这边的有点半还白带一个，感觉又慢慢回来了，喂，够来，这里来，好，好，你七八。还贵，还高点，300块。还白带鱼，现在300块。还有人要吗？白带鱼，白带鱼，白色的带鱼，白带鱼，没人来啊，没人来啊，白带鱼。来抬下，抬下来。平的了。哇，还是很有心。花生没有了。花生没有了。来。我就鲍鱼来，鲍鱼来。来鲍鱼来，白虾啦，白虾啦。好了，白虾来，200块。黄凤。哎，蟹，放几天啊？等一下。来个蟹，200块鲍鱼，够人来无鲍鱼啊？还有人要吗？定价定嘛，定温价定房价，有人来无啦？要，那个。200万，够不够啦？啊，等一下，问老板。还有黄凤。啊，再一份鲍鱼，再一份。看你要让我端几次？哎，这有鲍鱼不啦？来，哎，最后结蟹200，最后一个没有人鲍鱼先卖200块。要不要再一份？快点再一份呢！你要拿下去看一下，他要不要再一份？再一份两，快点的，来，无啊，这边无啊啦。几粒啊？剩几粒啊？就是啊。所以就上。为什么送他？
好哎呀，卖生气，卖生气！我送你办好面。上上下，上下，到这，到这，我看一下这。上上下，上下。哦。送你啊！今朝没有人来。笑死！干嘛呀你？啊，带一下，哎呀，你咸盐先，咸盐了，报盐的啊，这你去红光的内底人报的，一尾卖也是一尾卖80，三尾卖200，四尾200了，五只200，200块了，咸盐的人来卖200块。一尾过来200块了，200了，来，不要讲话了。黄蟹脚，要问老板黄蟹脚。没有，还有200了。等一下还有。太好了啦，无台湾要做咸鱼啊。大娘，再一半。你规尾要蒸就会使啊，你卖使啊，凊彩你安怎煮，反正你甲煮熟了，来，再来咸鱼啊。100块怪啊吼，无人来哦，真正无人来，真正假的，安尼无人来，我来捧个捧。啊，我白虾。白虾。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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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虾。哦鱼啊哦鱼啊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哦鱼哦鱼哦鱼。哎呦。这是我看是肉吃蛋吗？不是肉吃蛋。啊，你有你有在吃。啊。虾仁还有吗？有。云雪。不行。飞的啦，哦，花枝圈，游一圈，游一圈啊，有啦，游一圈啦，你游一圈啦，你一袋一公斤的，一袋一公斤的，一片一公斤啦，这有人买不啦？快进来啦，游一圈，爷，你至少要带几千年啊？好看了，我来穿几双。你穿什么鞋？就是那个最大。我等下摸两双啊。哎呀，凊彩啊！你有一双对人啊，无你一公斤的，你登记要用啊。你大的就对了，干的登记差三杯啊，差客家小炒，差豆干，差茶头，差蒜头啊，差加西洋骨头的，啊，加去。两百了，两百好了，三包两包了，
两包啦。不要吗？啊，这两包袂你搁唔买？啊，这一半。两包了。哎呀，我看错了。等下，你知道？我本事袂卖，我这袂叫卖啦。啊，叫两包袂卖，你若算三包两包，搁无人要买啊。伊若无随便等下，迄轻轻个计。你摇一千，这三包200块无人来，这一袋一公斤的呢？这一袋一公斤的呢？这三袋三公斤的，五斤重的，200块，无人来。这大鲈鱼这无人来哦。不要不要啦。切好的，要吗？我实在是，不加嘞。你刚出一笔钱，哎呀，叫人200卖卖，搁唔卖啦？再再来卖卖200。这个先白色外套，年轻应该。我先买两百。你这个意思、啊？先买两百，现在没有很正。来来来，这个啥？这个啥？这个啥呀？买买买，到底？两百了啦！哎，两百了，两百，两百一股，两百两股，两百三股，两百。来啊！来啊！哎呀！我身高三十，我就买回来了。可以吗？够两个，不能不进去了。来，看到啦。我再一共是三十把这个，有没有关系啊？内线。无啦，这绕一圈。绕一圈啊？你阿无啦？你无啦？无啦，好啦，无啦，好啦，紧的嘛，好啦。紧啊，无时间啊啦。你十二点，你十二点啊啦。你讲阮阿公中头要娶某。你十二点，紧的紧的。我找你啊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给，回去啊，回去。还有两包鞋。来。今天我做单的，人家四公斤的。要吗？要吗？我啦。有吗？不要吗？不要。拍下来，拍下来！不要！哎，100，一百块。大。大。哎，那边，快过来问啊！哎，100先卖100块。100块，100块。100。继续。哎，有没下来？有没得对的不？啊，100虾嘞。后来一只。虾了。他跟你要一拿了吗？我操！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毛豆。毛豆了，毛豆几台嘞？多上啊！豆，毛豆买500了，买500。哦，过来你买三包。谢谢，好，300块就好了。好。哦，一包100块，这三包够吃3包，这个毛豆，这有调味，这泡菇最好吃，好味面，这有两个不？300块，三包，无人买，毛豆。我买100块啦，安尼问较紧啊，100咧。哎呀！我快点，哎，小麦500块。来，给。吃虾子的买500。一只来。虾子，白虾吗？虾子500块的，等你，等一点，别倒伊啊。白虾在北带鱼的它的下面就对了，因为白带鱼饿了，先让它先吃。是虾子，啊靠，靠大只。那这样白带鱼要，那白带鱼要卖很贵耶。哎呀，要吃虾子嘞，500块了。这虾啊，正红开的，看无，水沃无，啊，这虾嘞，500块了。500块了，这对又来500块，虾子先卖500块。紧买买，做顶买死我啦！500，这对500块先卖啦。嗯，可以啊。好，继续。来，下来，下来。老板，我要买鞋。你要多运动啦，当然你们多，当然你多运动。我讲问一个人，要虾子无？谁啊？
你无你卖三百，无我卖三百啦，都五百无人啊，我就收起来安尼尔。我讲问一下啥的，虾还佫有人啊，无500块。这虾啊水歹哦，爱会晓看，唔通干呐听介绍。遐一尾十块的鱼啊嘛有人咧卖，用送的鱼啊嘛有人咧卖，重点是哦，一个差别，你听有无？系500个，现在500块。房东他已打小平，现在500块。为什么？500块啊，500块来买啊，好个。怪不得虾，有一次来，有一次来，哎，有一次，有过一次。我不知道这雪偷到了，先卖了。邓启尧来讲，饮水听哦。邓启尧用三下用吹，五分用钱的拢好食。一斤要开500，一斤开400。这哦，超我两斤重啊，我全食去啦。要用开1000，开800，开500，啥的？500块嘞？500块啊？300。300嘞？200了啦。哎呀，我要吃无啊？看袂了，我搁看看，200块啦，200啦。来这边200。哎，过来，那小女生啦，小女生快点不？那小女生要给啊。要开始。你看了那么久。你要吗？没有啊。200还有要吗？我想买啊。等一下哦。等一下哦。后边头家货啊，阿松是头家啦。来，还够人来不？不会。还要吗？还是平的。我回去再看重播好了，我不知道你在这样讲，我看不懂。我今天看到我怎么回答。哎，不要做节目了。弄野了，不要了。不要了。谁收了？谁收了？那没了。来，来，各位一声。500你三杯你也讲，来这样，来，前几杯来100块，100块，100块，80块，这边，这边，有这杯几斤的呀？几斤的呀？加了，一斤花不完。哎，第二斤，哎，我要吃啥来？哎，金量我来，我去平常常买过来，买我来收下来，收起来。哎，谢谢。差不多啊。你叫滚啦！你叫金量啊，这比 OK 较好吃，比 OK 较贵啦。我可要抬着就 OK 啥 ？OK 啦，一块抬起200，一块抬起200块。哎，爱吃啥？你叫金量啊，转去啊，用吹啦，
用煮汤的啦，莫搞用这個、用这拍算。一人买两杯开偌济？开五百就四百。一人买三杯啦，一人三杯啥的啦？三百了啦。你们都打过疫苗，不要。我两个人给分不到了啦，三百块啦，三百了啦。这里，那个有没有啊？还够几人给三百了啦？三百块，三百。有没有？如果是今年五月的时候就要害怕，现在的话不需要太怕。不然希望我看无，这四百块恁三百块不要吃。全世界每天确诊人数现在是一百万，所以没什么好怕。这三百块，这三百五百，这三百海龙，这三百五百，这三百来五百块。